么你小布布，晚安喽。睡醒就撒娇了吗？小布布是个 baby 呢。哦，这是 BB 的。姑，你等一下。等下先，你的不是这个，你给它起来，等下烦。等等，谁谁谁谁？等啊，等等，我没有叫你喊，我叫你等。等一下，等啊，等等等，等下不不。等等，等下，一下哈，等等，等等，波波，等下不要碰到的，我最近都喜欢混这两个一起用，因为它涂完后就整个脸很有光泽感。而且最近我都比较爱上那种油的护肤品，这我很喜欢，但是已经买不回了，是这个 IOPE 的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就是有买那个 L'Occitane 的这一个，但是我还没有开始用，反而我是用这一个sample，结果我用了这个 sample 我回不去哦，太好用了，我觉得我会买耶，好过分哦，就是给你们这种 sample，然后觉得用了很好用，就很想去买。这个是它的 Divine Youth Oil，真的超好用，我不知道怎样形容，但是它的那个质感很好，然后那个油涂上去就是很香，然后很服帖，不会觉得黏黏油油这样子，反而觉得很保湿。这一个我会买一支敷三，我觉得太好用了。因为等一下呢，我就是要简单的拍一个东西，所以呢，我就用了这一个 YSL 的粉底液，掺这一个 Melvita 的油，两个一起用。我最近喜欢那种光泽感，会不会太亮了？那么我最近就是喜欢这样子的那个光泽感，它就是上了一个 foundation，然后再掺这个油。我最近真的超爱用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很保湿。然后这种好的油呢，是不会阻塞你的毛孔的。
对，然后Novita 是真的是可以试试看一下，我每一次大概用两滴，早晚一次，就大概用了这么多。那么油的价钱一般会比较高，但是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用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入手，就是直接把它滴在你的这个 moisturizer 或者是一些保湿乳液，然后就一起使用，就这种光泽感。但是因为我本身也不喜欢那个脸太油，因为那个头发会黏住，所以我还是会这个我有用完了，又另外一个空空上，这应该用了一个月吧，空了，再开个新的。好，这我用的是 ML，OK，我就是的轻轻的铺上一层粉，而且就是你上了油之后呢，那个脸就很保湿，就不会好像卡粉这样子。喜欢这种衣服很多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狗跟猫都一样，他们喜欢这样子哦。又不要给人，这也是我那天淘宝的衣服，还没有收拾，要拿去洗，结果就变成他们的爱窝了。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你看，舒服吗？很喜欢这样子哦，奇怪了，你看，很喜欢这个衣服。Vivi， 哎呦。
刚刚好。这是我回购的 ranch sauce， 之前那一罐我吃完了，这个超好吃哦，要咬一下。OK， 重点来了，我要讲宝哈嘞，我在拍多一张照片。除了包起来吃，也是可以拿来当做是 salad 这样子，就把剩下的都倒进去。OK， 来另外一只涵涵，涵涵布布涵涵 ，OK 涵涵头头 ，OK 那吃吃，越来越胖了，这个小胖子，他的身体的纹路很美，他尾巴我很喜欢，嘿嘿 ，OK， 你吃你吃，不弄你了。